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5月14号星期五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要恭喜摩羯座的朋友，跟伴侣之间呢感情甜甜蜜蜜，旁边的人都会很羡慕我们。牡羊座的朋友，工作上面如果遇到一些阻碍的话，可以运用我们过去的经验来克服阻碍。巨蟹座的朋友，跟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非常的顺畅，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好好的说清楚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，提醒天蝎座的朋友，生活当中有些突发状况需要我们赶快处理。双子座的朋友，最近心情比较低落，要好好的调试一下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土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白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黄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紫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蓝色。